又一个人啊，媳妇这次玩我了，真稳了。飞战，你找钱，找咱婶四块。要一斤那个。留着再住着啊。来一斤。上面毛毯子得盖。来一个。他冷极了，又有。他穿背心儿他都没见冷了。二十，一斤多点。穿背心儿可不见了。花五多钱？十块钱。来点那排骨，那个来点。来这腰排，啥姐，这不叫排骨。不是，来着那个腰排那个上呢。啊，来一刀。这个来呀。这刀再嘎一刀，往下来一刀。还嘎一刀？啊。那图啥呀？啊。这不嘎零了吗？这都嘎完了，起初的还让我嘎。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给这个嘎下一刀凑合喽？哎，是叫正经，正经好东西了。哎，这回好了没呢？来，多姐，来这边受着。那边受我，我先你先那边拿那边，姐。你先拿，我拿哪？来，多谢姐。啊，见你来多谢。进来多些，这猪肉是大点儿，猪肉大呀，这猪啊，那你给它瘦肉不往这整，拉一块呀，把它瘦肉，是，中吧，那有啥事儿？这二十四，不是我就差一块没事儿，他差一块没事儿，中吧，啊，拿去，差一块没事儿，还有熟人儿，差七。腱子腿是有点便宜呢啊！腱子腿是一块。给那个塑料袋里弄一个我头的。这边好。这块我腰要这边。腰这俩。我不知道有多些，腰这个六斤。七十五块钱，六斤多点。啊，那你没超额吧？没别搁那袋，那袋埋的。都摸肉的嘛，没事。来多些。啊，没给钱呢，我都没要钱，还怕呀？那就走吧，别给钱，几块钱的。几块钱？总干这个事儿，这说明咱岁数大了，那往脑大了。七十，大姐。多少钱？那七十。那你这七十五，这七十啊？哎，别听拧的。我正查微信呢。那头周周放在底下，那汽车这个，来个下头，来，真肉，我看下头啥呢？小毛头一排排，想买肉你就来，真的意思？这宽的底下窄的，上面宽底下窄，你说准了，好嘞，你光拿上面我都骂呀，咔一拉的，好，我大手都要着剩下，我大手是素肉素牛肉去了。来多一，来一百块钱的，行不？上个宽点，下边来点是吧？嗯、是这个意思不？嗯。哎，这倒好。你说错了，那不都挨着腰牌肉没挑的。好，添了一百块钱，添个上脑中吧。啊？这玩意儿瘦的不要紧。站正。我寻思你这得要这样的，给一百吧，装上吧。来二三斤都行，这个五花都得这么新鲜哈。行吧，行。哥说你不想吃肥的，就会来这样的，这样瘦，三十五。行，来个，那叫毛血管，那叫红点。你买那冷肉切开呗。行，回家我切不好。好，没料。有好孩子吗？没剃呢，得等一会儿。我说三十六啊，大姐。咸烤肉，你吃啥名可找我来，这都不用你，天天得这个的啊，是精彩吗？不是，
对，京牌20都买不了。真跟你说实话。那梅花肉呢？梅花肉有。五花肉怎么卖的？这是梅花，那是五花。五花肉怎么卖？五花肉12。我要点，底下多要点吗？那中午你俩正好凑巧，他正好要上边，你要下边。我不要上边，其实我就要下边这一嘎的，你也不能那卖呀。你说真拉，我听听。你的意思在这一拉的，上边不要，下边都要着。啊，要我说这便宜钱的。那你就上边少拉点，底下拉那个。中。底下挂边我少卖点。那真拉呀！这个是五块。那你说这中吗？你来一半，上面别带一嘎，别带中吗？只有说这必须是这样的。行不？这我不过呢，你。这也中了。不带，下边去点，剩下给我，行吗？真的，你说。这五块又跑了。嗯，那半俩给我。你们还有人要吗？那边呀？没有。啊，我那上面也去了。谁点的？下边也去，是这个意思不？下边也去的，来一个，没有这种，60元你中吗？多少钱？要不然？哎，这还有一条，要不？搁上不？这你要留一行，不要吗？不要。我要那条，这有20，给我要。行，稍等会儿，还有一条。哎，我要那条。行，我知道了，60，没事啊。那个是100的，点，那你这条就打成那样得了呗？你看我多好，我想要这个还少，那个少这多，没打成那样，我要这个。你也去拉肥都要着，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多血多血，你看那个都不抓整个。人家那个肥，这个不肥，你会逗我姐？这边不重，下边整的。这边还不重，下边整，不能上下整哎，那是肉心的，是不？这整一头的，哥说的。微信收款60元。那你还这些钱12，不多要钱，给多要钱那不挣。这块没法卖，有花卖，还特别好卖呢，给50。那绿啥的这微信，还特别好卖呢。真的？那可不，我跟你说，啥时候得你兄弟时候都不愁。可会可会说话了，这都说的话都讲。51.6给50了。又没了这玩意儿。有，要几个？要几个？100。这个多带点烧肉，多带点烧肉。那你说错了，多带的是烧肉，不是肘子了。对，你吃得吃肘子。你花肘子钱呢，你不能买。这肘子怎么卖的？11，多好这个肘子。红的都片片皮。哪个？摸着行了。哪有血了？这个小果子，这叫。这边。嗯。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，那不是毛病，人家这是真正搁着的玩意儿。毛吧？没毛，干净的。这个是我的。这几头鸡是你的，婶儿。只有3块钱。这玩意儿不剩。好，给70吧，11。10块吧。10块8不行，就得11，完了不好算账。70块0.8毛，留你70还不中？前朝后车队啊。你关键你都行，你是要钱找我去不？坐线的，你坐线的，那我就明白了。嗯，170中。我给你100了，还170。给100，给70啊，这账还不好算。我这可不张嘴就来，算账可快些了呢，比电脑还快。气了吗？你晚上着急了，我知道没事，我今天剃肉了。啊，一会儿就剃啊，大哥，别着急。是，风太大了。嗯。兄弟做馅儿不能搁前朝，得搁这个肉，知道不？哎，65块，不对劲儿，70，账不对劲儿。刚才给他舀肘子呢。这是剁馅儿，能搅一下吧？能搅，全搅喽。啊，好嘞。这剁馅儿的肉是吧？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前面的，这叫前头。前头前朝嫩出点儿。那你要那排就是不要那个鸡，那个多钱呢？那个贵是吧？光是那小那排那个，对对，你没卖过吧？那多钱呢？没那卖过，没那么卖过。对，多了我可吃不了这么多。那这不能零卖呀，姐。那不行，我那么你给我就要，我自己吃不行，吃不了这么多，我就要个两扇，你哪怕钱多点就没事。两根或3根。那就没法卖你了，姐。那边不就行吗？中间那也就卖1扇。那不行，太多了，吃不了。你不适合买这样排骨。
兰花还贵一点，你两个人要。那我要贵点，你贵点就贵点呗。不是贵一点吗？都卖40多，那谁愿意买那么多肉吃？咱北方人一买就真多，可受不了。要不经常咱卖的价钱低呀。卖的不吃那么多肉，都是老爷子爱吃点肉。啊，那零外没法卖了。我们家那口一口都不吃猪。再说零外这也是两头狼。嗯，从来都不吃猪肉，就。就你一个人吃是吧？对，我一个人想吃排骨。嗯，让我吃那一下，吃多少张？对吧，一个大手。那你从那儿给我买两根不行吗？不行，完美的，还有回骨，我六还得带回骨。你可能那你怎么这么？那我专门来买排骨来了。是你买两根没法卖去。三根不行吗？那不是两根和三根的事儿。梅花肉，要多少？少来点就。你说个数，你让这个。啊，行，我试试来。这个啊，嗯，要几斤？11的，11块钱。12。先生，你要一半啊？大哥，这给你嘎。哥说那嘎呀，那嘎太可细了，再说也嘎不是肉的效果了啊。这个中吗？我这半肥的去了，上来给你。啊，那太多了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一半。啊，行不行？哥说的。行。好，50。好。哇，老哥呀。嗯。等半天了，你啥也不卖给我。41了。41的。留40了，我婶要。那不是，我这卖你，但是别，这个东西得这拿呀，得这剁两根，得这添一个。我看看你翻过来。得两头剁，得搭配着卖，知道不姐？那你多钱一斤还是？那个腿给你拿去。那多钱一斤呢？20啊。啊我看看啊，咱俩研究研究。来，我弄。我马上要地，搁这边干啥？来，哥哥，这给我嘎点肉吧。咋这边咋搞？正搞是正搞吧？啊，来几斤？来5斤。好嘞。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下台。好，60。5斤。好。放上。